国如新企业集团公司。1984年，由罗百里先生于美国犹他州普洛沃市创立，至今公司已发展成为世界上经营优质如新品牌个人护理用品、华茂品牌营养保健品及大行星品牌互联网产品的最大集团公司之一，年营业额超过10亿美元，业务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与地区，拥有全球50多万名的独立经销商。You are driven by something more than your immediate surroundings. You're driven to do good. You want to do more than live. You want to be a contributor. You want to know that you helped others in their lives. You stay at it through obstacles. To me, New Skin Enterprises is a compilation of 3 factors. The first is innovation. The second is culture. And the third is a commitment to execute with excellence.We need to continue to innovate in both our product and our opportunity propositions. As our mission statement highlights, we want to create a culture and we want to promote a culture that's uplifting and enriching. You know, we need to do things right the first time. We need to do things first class. 如新公司凭着雄厚的财务实力，于1996年在纽约证券交易市场上市，成为一家充满活力的上市公司，代号是 NUS。 如新的企业文化和产品理念是建立在诚信不欺、品质超群的原则基础上的。从始至今，公司一直选用优质有益的天然成分，并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聘请营养食品及医学领域方面的世界著名专家，进行世界一流品质的个人护理品、营养保健品的研究和开发，在同行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突破性成就，在全球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目前，如新公司除了聘用75位拥有博士学位的在职科研人员外，还与世界著名科研机构的1500名科学家建立了合作关系。如新公司在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投资设立了肌肤研究中心，致力于皮肤疾病的研究工作，秉持荟萃优质、纯然无瑕的产品理念，所有如新产品均由有益的成分组成，并且是世界上首家，也是至今少数几家公司之一，在产品包装上列出所有主要产品成分的公司。We at New Skin are very excit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China market. This is something we've looked forward to for a number of years. We operate in 34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but we think China has the most potential of any of New Skin's markets anywhere. China, our research in China has evolved over the last 9 or 10 years. We have watched the market very carefully. We have worked with regulators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to Guangzhou and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in the market. Obviously, we operate in a direct selling fashion outside of China, but we've transformed this business model and incorporated a model which includes fixed retail locations and an employed sales force, and truly we operate a retail model today in China. 1998年，如新集团在上海设立在华业务总部，成立上海如新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上海如新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是如新企业集团公司的独资子公司，也是如新集团在华长期发展计划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公司已在中国建立了2个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并引进了全套的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上海凤浦工业区的个人护理品工厂，浙江的华茂生物萃取技术中心，目前年均出口额为300万美元。公司还计划在上海设立大中华区地区总部。截至2003年1月，如新公司在华投资已逾8000万美元。同时，上海如新日用保健品有限公司积极参与制定行业道德规范，并坚决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政策法规。
心企业集团非常重视新产品的研发，在世界各地投资设立了各种实验室，在科学顾问群的专业监督下，科研人员不断地发现独特的提取方法，开发研制最先进的产品，并在产品推出之前进行严格的新产品的临床功效测试及提供充分的科学证据。在中国也建立了多个研发中心和天然原料提取基地，聘请了大批国内教授、博士级科研人员，与国内著名学府和世界著名学术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不断开发能提高人们健康水平和改善其生活方式的个人护理品和营养保健品。华茂公司是著名的营养保健品公司，它将药物治疗的研究方法用于开发营养保健品，经临床证明，功效卓著，举世公认。如新公司在中国推出了多个不同系列的如新产品及思昂系列产品。如新产品选用天然有益的成分，经过专业研制，适用于不同皮肤性质，使各年龄层的人都能拥有健康美丽的肌肤。华茂营养保健品公司也将在中国推出在全球广受欢迎的营养保健品，令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士皆能与健康为伴。广受赞誉的产品包括 Celltex 肌肤修护精华露、 NIPCA 滋润面霜、水润平衡防护乳、洁肤霸与如新美白系列等，还有思昂，一种简单有效的保养品，为肌肤头发带来卓越的功效与益处。我们期待在未来陆续引进更多如新高品质的产品，包括华茂的营养补充品等。我们将给消费者提供多项畅销的如新顶级产品。在亚洲地区，善的力量基金会分别在日本、韩国、台湾、泰国、新加坡、香港、菲律宾、马来西亚、蒙古等多个国家及地区推出各种赞助与捐赠活动。在中国，善的力量基金会在浙江崇安千岛湖建立如新希望小学，为当地600多名小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为淳安的教育事业发展奉献一份力量和爱心。展望未来，上海如新希望通过善的力量，为中国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做出更多的贡献。